三间四额，它的是一个房子结构，然后我们就看，旁，而且这个墙体呢，那个面墙体的面已经都有很多倒塌的东西了，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受伤人他的这个往上一点看啊，那个屋顶实际上他这个土他的上层土墙倒塌，然后呢，这个女士现在的这个体征呢也是比较平稳，各个相关部门也加紧了这种安全隐患的排查。 另外呢，我们知道，在这个列车通往这旅客，可能会有一些的延误，请大家也注意这个时间。我们已经看到救援人员已经到位了，相关。